身体的话，只要是胸廓但是受到挤压那手脚有一些淤伤那实际上来讲，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抢救，一直都没有任何心跳恢复的迹象。那致命伤大概是哪里？应该那时候的撞击吧。实际上来讲，第一时间的撞击，是因为那个围墙太重了嘛，是，然后又距离有点高，就这样直接撞击一下。是，判断起来是，我们现场看起来就是是一个很大的围墙，所以到院前就 OK 了。对，从19抢救到医院，甚至到现在的急救，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任何恢复的迹象，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尽力的做各种输血啊，做这种胸管啊气胸的处理啊，但是还是没有任何生命迹象。拜月的下底土方是伤的，伤的伊有像伊还阁久啊，久啊，等做一道。先做出方，先拿挡起来啊。就开始安那，就刚好从昏迷进去，哎，是已经出昏迷了。以前敢拢无去注意着这？有啊，啊，就一边那一边就爱。结果就的就突然下来了，这样。是你同事吗？还是其他？不是，其他工人这样子。